既然已经抛弃了抚养你的家人，当然要成功才行。等一下，还是说是他们叫你回到老师身边？原来你养母是这种人、啊、马上给我道歉，我叫你马上道歉。你怎么还对人动手啊？是啊，快道歉，李雪欣。要不是你身上流着李家的血，我根本就不想见你，知道吗？加油，纯信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。